一个大家会特别感兴趣的是趣味健康，然后叫趣味健康咖啡。这个是咖啡粉，健康的人健康，更健康。不知道说主要感觉到在酒店，是到处后来叫趣味医疗，这个过程出了一个大问题。台湾很多马路会淹水，都政府怎么知道哪里在淹水？我们这里放我们小灯，我们灯上面我们放一个深水，会知道我们马路哪里有淹水。人家在后部政府的可以看，开始淹水的时候，我们这上面的说啊、哦，这里开始在淹水，看到淹水的时候开始往上。一开始往上的时候，完了过了这个，一过这个的话，我就知道淹了太多。对，我叫人家出去把叶子把垃圾拿掉，把叶子和垃圾拿掉以后，慢慢的这个水会开下来。第二个问题是水管，水排水管到底有没有通，所以这也是可以跟我们讲，下面的我们也有申请说这盐水的高度，那我们知道到底要怎么处理，这边也是一个垃圾的问题。所以你可以看到马路现在还在下雨，可是马路被淹水了。是。